俾多次啲電腦，唔該，呢度，唔該。洗曬版喎，你兩個合唱嗰個片段。我諗其實係因為第一音樂節目少啦，第二就係好似好耐冇喺電視見過Candy 啦。咁第三佢啲歌又好聽啦。作為歌手，我做我基本要做嘅嘢啫。我唔敢講自己好好，但係基本唔好失禮啦，就係咁啦。咁至於佢哋點樣評價就佢哋嘅事啦。我自己就做咗功課，交到功夫咁啦。世紀同台喎，因為你哋嘅 ex 咁都世紀嘅，我哋跨越咗一個世紀嘅啦，我哋90年代歌手嚟噶嘛，係嘛？到而家咧就都20年啦，有多啦咁，係啦，更勁啊！喺呢件事係值得紀念嘅。其實我哋私底下都有好多傾偈嘅，係啊，即係唔係因為今次合作。現在社交平台大家都在玩的啦，是不是？那又有 PM， 即是 private message 啊，這樣。是咯，所以咪就我們的物體就不是很方便說的，有些女人仔的東西啊，這樣。是啊，買送東西啦，吃東西的東西，因為你知道她吃東西都很健康的，那其實我自己吃東西都比較著重健康的。有很多事都向他請教的，有在吃東西方面，譬如唱歌大家找老師啊，都會談這些問題咯，啊，所以其實大家好像很奇怪這樣，這個地球是圓的。有往事的東西，開心的就談咯，不開心的寄來做什麼鬼東西啊，就是這樣啦。做人就是這樣的啦，我們純粹是耳歌會有，係啦，喺節目裏邊耳歌會有啊咁。早有啲玩嘢，第一隻歌就係非走不可。哦，呢個我冇留意。係咩？你冇留意？我自己冇留意啊！我自己冇，唔係嗱，我冇留意呢單嘢，但係咧，其實咧揀歌嘅時候咧，個 list 入邊咧，我其實係有揀非走不可嘅。係啦，咁啊，因為咧，阿樂振偉又比我快咗半秒，喺個 group chat 嗰度咧就揀咗呢隻歌，因為其實我喺演唱會我自己都有唱過，係啊，我覺得呢隻歌係好聽噶，係啊，咁所以我哋基本上揀歌嘅時候都去為著住自己嘅喜好而去揀咯。唉，點解你哋咁多心嘅啫？又多疑又多心。唉，成日諗埋啲舊事，做人係向前看噶嘛。這個要交給幕後的團隊，因為請嘉賓這方面都不是我們的工作範圍來的。